好，那各位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啊，来实际啊去操作一下我们的手提式砂轮机。那操作手提式砂轮机的时候，记得不外乎手套、眼罩以及我们的口罩，因为它会有很大量的金属粉屑，千万记得口罩非常的重要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安全护具戴上。好，万事就备之后，这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刀片装上。那因为我们是要切割，目前我们现在要先把表面做切割，所以我们是用薄刀片。在安装刀片的时候，千万要注意，刀电源千万千万是不能插上的哦。一样，适度的力量锁紧就好了，不要过度大力，以免把刀片用裂了。好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开始进行切割了。那这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电源插上，确认开关是在 off 的状态，好，开关是在关的状态。好，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的切割了。好，电源关掉，确认我们的刀片不会运转之后啊，这时候还有一个动作要千万记得哦，要把电源先拔掉。好，把电源拔掉，然后机器才可以开始放在我们的工作台上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切割的表面已经这样已经切割开来了，但是切割的表面非常的粗糙。各位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尖锐的铁渣、铁屑这样子，非常的粗糙，这很容易让人刮伤。那这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动作？我们是不是会做研磨的动作，把这一些铁渣、铁屑把它去掉？